乖乖，这你那江湖这门口学校这个人家着火喽！我操！啊操！啊乖，你看看，啊乖，这家烧了逼啊！哦哟，这背上的车子呢，早点开走呀、啊！啊，这两部车子快点开走！我的不能灭，它电池灭不了。不灭的话，等下旁边那台车就遭殃了。电动啊！我这跑的不轻啊！你跑老快，快不动了！快点，不要过去了，不要过去了！系嗰个好大只尾啊！我就以为啲我屋企着火啦，跟住咧我就走去嗰个洗手间啱望，系望到噶，喺个月西阳台度，哇！嗰啲浓烟一大阵，啲浓烟又见到啲火，轰轰声吓死人啦！好大火！万一我手动了，砸给你们砸坏了，告诉你，我现在哪呢？走了他们也活不几天了，我就想找两个垫背的。我告诉你啊，找你我远点。我告诉你，哎呦我操，好了。行了，阿姨啊，阿姨啊，别说了，你要说还那啥？我告诉你啊，你啥也不让人骂呀！我知道，但行人吃饭别到我跟前来，别给我俩捂着，捂着我告诉你，我手动，我告诉你，我他妈虽然这样，万一手动，我也能打死你们啊！有的你们打死我，哎，就这种情况，那咋的？我现在是没有办法，你不能不要，这还收我钱10800。这是我花钱买的号，
你不让我卖了，咋的？是不是？哎呀，我操的，我这说不出话了。你该卖卖你的呗，你看你这人是不？那咋的呢？你们不行，再阻挠我卖菜。别生气了。阻挠我卖菜，我就飞砖头了啊！告诉你，只要我有病，我要飞砖头了，也能飞死你们。我告诉你啊！别说了，别说了。要不你飞就飞了，我可没得着你啊！谁也不愿意抢我车啊！抢我车，我告诉你，十万块，抢我车十万块，抢去谁干？六十九升的油箱加了七十八升的油。你自己看来。是那个七点八分是怎么加？看看啊，红旗二十七是吧？二十七，二零二三卡啊，看了啊。要不我就打红旗公司给你验证一下。加了七点八分出来给我。就说了嘛，怎么可能？六十九箱油加了七十八升。你怎么加个七十八给我看？你说。它会飞呀、啊。六十九，它是安全容器。不要跟我说安全容器，要不要我现在就打红旗公司给你验证一下？滦州大事件啊，警车醉驾肇事个人用车啊，看好了啊，238，明天及时更新啊。花吧，明天让他找咱们保咱们的是吧？找找呗，咋嘞？大哥，那个警察喝多了？啊？喝多了？直播那是？喝多了没有？大哥也录了。那警察喝多了没有？喝多了吗？喝多了，对。哎，你叫他坐。悄悄的吧啊，给我拿下来得了啊，哥哥，给我拿下得了啊。不是你放屋里得了吗？放屋得了，你干什么？这不得清明经营干什么？来，我告诉你清明经营哈，你拿不拿？我给我卸下来，我拿回去啊。卸下来，我给你卸下来啊。你能不能拿？你能不能给我卸下来？你能不能给我卸下来？我给你卸下来。你就车上给我卸下来。我不可能冲车上给你卸下来啊。哎呀，差不多得了，你谁呀？哎哥，差不多了，差不多得了，三个你。傻，本来就是没有输，就是抓唬人。抓唬谁了？坐在板位。抓唬谁了？不容易，别说了。抓唬你了？抓唬你什么了？都不容易，啊？哎，你好好说话来。抓唬你什么了？啊？不让老百姓说话呀！你别说话。啊，对呀。不让老百姓说话呀！抓唬你什么了？不让老百姓说话，让不让老百姓活着了？要。怎么样，老百姓活着？欺负你什么嘞？就是欺负人。欺负你什么了？哎，就是欺负人。你店在哪里？我店儿，我没有店儿，我就欺负人。怎么了？你就欺负人？欺负你了？你录我，我怕你啊？听我说哈，你要认为我欺负我的话，就是欺负人。可以投诉，知不知道？欺负人。可以投诉我。抓唬人。你可以投诉我啊。欺负人。可以投诉我。啊！你要认为我投诉你干嘛？你就执法不公，就欺负人。执法不公，你投诉我呀？知不知道？你们就是欺负人。投诉我。啊！你可以投诉我，就欺负人。差不多就得了，哎呀，你就欺负人，欺负谁？欺负你了？欺负老百姓就不行，欺负老百姓就不行。你可以投诉我啊！我投诉你啊！对呀，你信我能不投诉你啊？你信我不投诉你啊？啊！你可以投诉我。你信我不投诉你啊？知不知道？就欺负人，就欺负老百姓挣点钱儿呢？就演技，知不知道？你得就欺负老百姓，我就说你欺负老百姓。我就说你欺负老百姓，怎么了？欺负你什么了？就欺负你老百姓。欺负你什么？欺负你什么？欺负你什么？欺负什么？你自己知道。你要因为我欺负你的话，对呀，你可以投诉我。啊，你投诉我，投诉你。我投诉你啊！不着急，慢慢的，不着急。你现在你们就像土匪是一样的，还往人家撞东西，凭什么撞人家东西？好好说话。对他们就欺负人，你知不知道？欺负老百姓。哎呀，我的妈！我投诉你，你信我能不投诉你啊？你好好说话。
收啊，继续收。只要你不踢门，我就收你了，啊？你收吧，我全给他发网上。我这又站怎么了？哎，我说我的开个人不要。啊，我过来怎么来？我哪是专业？我俩这样怎么了？我跟你，你是我怎么？撞梁上东西走了就舒服了。有百草之王美誉的人参被视为长生不老的上等补品，在韩国出产的高丽参含有活化机体作用的多种有效成分，可增强免疫力，使疾病无法入侵，被称为万灵补品。高丽参分野生与栽培两种，由于加工方法的不同，入药用的人参又有生晒参、白参、红参等不同的成品规格。玄宝黑参口服液以100%韩国优质六年高丽参为原料，根据朝鲜王朝医学宝典《东医宝鉴》记载的九蒸九铺方法纯手工制作而成。高丽人参含有34种人参皂苷成分，远高于西洋参和三七参。另外，人参皂苷 RA、RF、RG3、RH2 为高丽人参独有的成分。经九蒸九铺制作后的黑参，燥火性质进去，一年四季及任何体质人均可服用，解决了人们长期关注的吃高丽参上火的问题，提高了有利于人体吸收的多种有效成分的含量。其中有免疫抗癌作用的人参皂苷 RG3 的含量比红参高8倍，人体对玄宝黑参中的人参皂苷的吸收率高达80%以上，是红参的6倍多，是白参的16倍。点击视频下方的链接，输入优惠码 DJY2024 即可享受全球免费邮寄。